一件车祸意外，要来快讯，发生伫咧浦子市大空农的一处产业道路。伫咧四号下晡两点外，发生一件车祸，两台轿车唔知影什么原因来互相对撞，黑色的轿车当场并车，银色的轿车则是滑入去边仔的水沟啊。现场有两个人受伤送医，详细事故原因目前由原等待警方厘清。浦子市大空农产业道路四号下晡两点外发生车祸，两台轿车不明原因发生相撞，撞击力度相当大，黑色轿车当场并车，银色轿车滑入水沟，东方玻璃破碎，零件四散。这边啊道路的反射镜也被弄断，有两人受伤送医，详细事故原因依然等待警方厘清。四十分接获指挥中心通报，浦子市大冈南1511号车祸。浦子摇拐车前往到达现场，现场为两辆自小客车相撞，人已自行脱困，现场有两名伤患，分别由六角入草送往长庚医院。在官商局表示，下晡两点四十四分下报，浦子市大空农产业道路发生车祸，到场发现有两台轿车相撞，其中一台轿车并车伫咧路上，另外一台轿车跋落排水沟卡掉咧，车内人员拢已经自行脱困，两名伤者四肢拢有擦伤，分别由六草、六卡九一送往嘉义长庚病院。新闻部张爱成，浦子市采访报道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那这段时间因为是登革热啊流行的时阵哈，就登革热流行的县市啊，那基本上啊，大家拢真紧张。那希望能够把疫情啊整个压下来，那不至于扩散。大家知影，台湾的方法除了是咱大家合力，不要让它再滋生以外，啊，就要配合一些所谓的药剂啊，然后来做扑杀。所以你定看到啊，有车伫外口咧喷。但是蚊仔嘛可能飞到你厝内底，所以厝里内底嘛爱处理哦。伫这个非常的时期啊，可能造成大家作息不方便，所以伫遮啊感觉非常的歹势，那造成你的困扰。但是嘛，更忙咱的乡亲时代，会当配合所有啊遮的工作人员，那好好将这件代志做好，安尼才会当互家己平安。双十国庆造成轰动的美国 UCLA 棕熊刑警乐队来喽！10月14号上午9:50到10:40，在嘉义县政府前广场演出。他们在洛杉矶奥运、奥斯卡颁奖典礼都曾经表演过，现在在嘉义县就能看到。现场还有嘉义好市集，喜欢看表演、逛市集的好朋友，大家一起来！